师傅。我啊。哎呦，哎，你，对对对对，你当时出来闹死鬼。我拜托的，我让你静悄悄。静悄悄。哎，我要你顾啊，我等某人，等到你顾了，等到你一口人出来。哎，你来，请你跟我坐啊坐，那我等一下感冒呢，一直在。哦，安尼哦，啊你无甲我交代一下，我拢看无呢。还要看袂到呢。哦，然后你个嘛拔钢琴。哦，拔钢琴哦，你无把这好消息打破，我嘛去拔一个钢琴之类。我们阿妈，然后就嘛成为好朋友。哦，真的哦，哎，刚刚按摩怎么样？舒服吗？哎，阿妈舒服，我嘛舒服。不过我呢吼，我吼，老鬼辛苦工。老鬼辛苦工。阿妈好舒服哦。哦，啊对对对，阿公阿妈好舒服哦。哦吼，你看，我舒服吧，来。大家拢嘛讲舒服对不？多一个讲无舒服，啊，无你也把它按摩起来。这样做呀，这样做。哎，你嘛对靠我，安尼叫舒服啊？你是搞我对什么？哪会小可对一个，你把它对遐尔大啦？你这对身体嘛也不坏，反正对对对，我手跳都要笑无。啊，无啊！哎，蛋姐，蛋姐，蛋姐，所以我们欢迎我们的下一个节目来珍妮唱这个蛋姐的，我们要对呀，给你，给你，给你。啊！你不是讲叫我等你？无啊，我是讲你规身躯拢白骨酸，我腿甲拢疼死。啊！你有走起来，我一直甲你聊，要等等等等，要等下。我讲别个，你一直叫我甲你对，我拢嘛无爱。是安怎袂使搞？我甲你对好无？你讲我真个担心的，你知？你要担心咩？我咧担心我会掉大奖咧。阿妈，你讲你会掉大奖无？来，你有请无？有无？我无。会啦，会哈。阿妈说我会，怕我甲你讲啦。我来讲，因是大奖，因今日大奖是啥物事知无？大奖是啥物嘿？就是吼、哦，快乐爱心个台湾行德慈善巴黎嘉义护理办的生日庆会。有赞无？有赞无？我爸爸现在个。阿妈是不是寿星？对啊，你把寿星递我，就是寿星。好，所以讲嘛，我就来小等一下。你搁等啥？我们等一个休假。不能休假，哎呀，休假要怎样？哎呦，我跟你讲，我等伊等出久啊，要请听伊唱歌啊。我要听唱歌，对啊，就是讲这第一课的。哦，你知啊？你误会啊，然后来听一下，我的珍妮小姐带来这首《淡季》嘞。来，我要先喊一下。
那。